嘿，大家好，我是棒婆，我要让今天成我人生中最充实的24小时。一个人一天就只有24小时，通常我们对时间不会有概念，所以常常会浪费时间、懒或什么都不想做，让自己感觉每天都在过重复的日子。我不喜欢这样。No pain, no gain。所以我决定今天我要把我的行程塞得超级满，变成我一生中最充实的一天。你好，我很像没有运动裤哎，怎么办？充实的一天的开始，我打算直接从新竹杀去小琉球。OK， 海滩裤、内裤、衣服、水手服。OK。OK， 可以出发喽！因为我很宅的关系，从来没去过小琉球，所以我想跟平常不一样一点。而且一天的开始呢，在海中，把前天的烦恼留在海里，等下还蛮不错的。东港到了，我们要搭乘坐这边，到小琉球都要搭这个船。没有，你是直升机，我们等一下会有一台直升机在那里。比较不一样，但我们还是要来体会一下庶民去小琉球的方式。所以我们要订票吗？一样订，一样订。好，那我们等下去搭乘。人太多了。结果今天去小琉球的人太多了，只能买到10点的船班。有鉴于我最近正在运动减脂，我决定先在东港晨跑3公里。我觉得一个充实的24小时啊，早上的开始必须要晨跑，因为我认为早上的晨跑能够给予人精神，给予人一整天的动力。哎，你之前会晨跑哦？不会啊。你第一天晨跑？对。其实晨跑很累，但是我觉得很值得哎！我原本很想睡觉，整个精神都起来了。你今天跑多长啊？3-4公里吧。敢屌哎！你第一次跑哎？还好吧，每天跑，我体力那么好。啊，下一站嘞！哎！买好小琉球的票了。哎，我第一次来小琉球哎，你好可爱哦！哎，我其实从来没有去过小琉球，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去吧。我觉得今天我想要体验潜水看看，因为其实以前我在新加坡的时候，我就很喜欢每天早上起床去游泳，因为我会觉得在水中的感觉很安静，我很喜欢那种宁静的感觉，不然平常我脑袋都一堆声音。今天呢，为了要让我行程非常的充实，所以我决定要特别跑到小琉球来游泳。对。上次坐船在日本的时候，我上次在剑湖山，哦，海盗船，对，我也是。啊，我到了，但是因为我是第一次深潜，所以要填一下资料。生死状。哎，对，生死状。好，那我稍微简单跟你讲一下。OK， 这边基本资料没有问题吧？没有。癫痫有，肺结核肺病有，大脑疾病有，心脏问题有。你在医院柜台签名。你现在在加护病房签什么？就是器官，对对对，器官见证书。有没有服务避孕？哎，避孕药，我吃过避孕药。你避孕啊？对啊，我是女生。嗯，看得出来。嗯，对。你会紧张吗？不会。哎，通常第一次其实是会的。我很喜欢水的感觉。哦、真的假的？对啊，没有紧张。然后等一下一下去，我就哎，我的命，救我上去！哎，这里还有那么多，这才是真正的生死状。后面还要签啊？对，这一份签完还有40几份。OK， 可以。做一下简报。OK 啊，之前是浮潜过嘛，这一次的体验呢，他就是带你去感受一下，所以他没有任何的征兆效应。今天结束之后，应该没有去坐飞机吧，或者到山上？有吗？
不要乱安排，不要乱安排。这个是鼻窦，鼻窦位置在我们眉毛跟我们眼睛下方。那基本上没有问题的话，这个这样子，啊，这样子，这样的感觉，没有吗？呀呀呀，不不不不不不，我是这样唱的。谢谢谢谢支持。会是照着的状态，压着嘴巴吸。你们是认真的吗？很好。那咬嘴呢？它这个一个齿痕的一个样子。那完成了这些东西了，待会我们呢看一下，来考试喽。考我吧，可以的。现在直接考试。一旦完成本次体验，我将有资格在没有和俺对的。轻轻鼓气，轻轻。最好是有在改题目的。那他不喜欢那两个字。它是 A B C 吗？好像中文一点点新加坡，哦，一点新加坡。难怪他中文在看的时候要用念，是有双倍，怕你中暑啦，贴心的啊，谢谢。你有嘴巴呼吸，好，不要把它吃进去嘞。嗯，不会哈，喔，OK 哈，喔。这是我第一次坐货车哎，我感觉背了一个桶绳在背后。这个，啊，跟你这个举门哪个比较重？门比较重，其实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在雪中的感觉，因为在平常的时候我脑中总是有各种声音安静不下来，但只要在雪中他们就安静下来了。这样宁静的感觉仿佛那些烦恼吵杂的声音都沉到了海底，叽叽叽叽叽叽，你要不要吃我叽叽啊？叽叽叽叽叽叽。那潜水完了，好累哦。哎，那好好玩，我好喜欢哦。然后底下那个什么，还有很多的章鱼会躲在那个珊瑚那附近。有啊，刚刚有企鹅。哦，对对，有企鹅，对不对？然后啊，我真的觉得一件事啊，如果想要你人生充足的话啊，来以闪亮之名就好啦。想要开启充实又不累的理想生活，其实不用这么麻烦，快下载以闪亮之名。在以闪亮之名里，你可以享受自由创作带来的乐趣，还拥有漂亮精致的捏脸系统，服装也可以自由打版，设计出超级梦幻豪华的服装。重点是你们看这个，它的捏脸系统也太可爱了吧！在游戏中，你可以自由的设计喜欢的衣服和配色，创造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服装。你们喜欢 DIY 打造自己的房子吗？这边也可以自己设计居家装潢，不用请设计师，你自己就是装潢设计师。三不五时可以邀请朋友来办派对，无聊的时候还可以游泳健身、烹饪美食，想怎么玩就怎么玩，打造属于自己的理想世界。哦，以闪亮之名已经全台公测啦，赶快下载试玩，和朋友一起上线开派对吧，和我一起创造美好又温暖的闪亮世界。咔嚓！哎，不是刚潜完吗？你要去哪？现在准备下个行程，为了满足我24小时充实的一天呢，我现在准备去台北，我要去打羽球。你们可能觉得我一定用跳看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等一下在高铁上到羽球馆，头发还是湿的，给你们看。高铁左营站，嗯，找到了，我找到了20分钟。去台北，羽球4点开始啊，不能迟到。最近我养成了打羽球的习惯，对我来说，跟朋友打羽球还蛮欢乐的。我觉得充实的一天，能跟朋友们聚在一起，才是圆满的一天。到羽球场了，嗨，你好 ，Hello Hello， 嘿、hey, ，今天打羽球，打之前给你们看一下我的球拍，嘿嘿，粉色的。我天啊，我还可以从我头发里面闻到小琉球的味道，哎，我是认真的。
我要自拍自己跑。我就来，我要自拍吗？不是不是，只是打羽球吗？为什么要惩罚？李玉群，我就烂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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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哎，他们跑一半。打完羽球去下个行程之前，我想去逛街买东西，因为在这科技发达的时代，我通常买东西都是在线上买的，这样总感觉少了点 shopping 的快乐感，而且我也好久好久没逛街啦。我现在想要买个 Apple Watch 跟新的 iPhone， 因为你知道这支其实陪伴我很久，从前年到现在吧，两年了，对吧？买新手机，好累哦，怎么那么累？欸，我已经使用300多了，那我感觉要买 1TB 哦。这次转过去的话，那我要买 1TB 的。对啊，不然不够转。我买 Pro Max 好了。这是，哦，看它好大哦，还是 Pro 就好。金色。比较有名的是天风蓝。天风蓝。这个。对。这是比较红的。娘炮。这样 Vlog 的画质还不错吧？还不错。然后你没有想要把它放回去的意思？欸，你知道我之前每次来手机店啊，我都会这样子。欸，我从来没有用过 Apple Watch。你为什么要买 Apple Watch？ 因为要健身啊，我要算心率，跟那个它可以计时。而且那时候我看西兰用蛮方便的，我感觉我自己可以用一个。那它可以看时间吗？手表应该不能看时间吧？嘿，最后还是买了这个 Apple Watch。那我把这 Apple Watch 拆开来给你们看看好了。在车上开箱，它这个要把它扣进去这里面，这个也是一样。这样子应该就可以戴了，只是因为它现在没电，所以看不到它的使用画面。因为黑色它比较不会脏，所以我买了黑色这一色。快乐 shopping day， 晚点还有行程，所以我决定要去买一些咖啡。对，我需要咖啡，好累啊！等等见，买咖啡。哟，一杯大冰马冰，一杯冰美式，补充能量。刚刚还有买些吃的，然后在车上吃东西。你说下个行程是哪里啊？你刚刚讲一个完全没听过的地名。哦，我们要去看夜景。我找了一个点是那个。在最深山的一个庙里面的一个顶点。看夜景，看到现在开10分钟，我一个人都没有看到。不知道啊，看夜景就看夜景，为什么你要挑这种完全没有人会来的地方？欸，你知道刚刚还有一件好笑的事，对，我们 Google 这个地点大三倍的时候啊，第一个出来的是灵异。啊，对，所以我叫你起床，不要睡。不是，你知道如果我咒的话，等一下如果有那个路灯，你闭嘴。然后我们就要往路灯往上开。尸体吧，我知道后退，还是摇车窗问一下。欸，需要帮忙吗？啊，不用吗？你们还好吗？早晨 ，OK， 没人需要帮忙可以说啊。啊，遇到活人，我感到很欣慰，真的。他们正在找虫吗？还是找虫是黑化？对，还是找虫是黑化？哎，梁医师，这段剪进去好不好？你们可以帮我解释啊。然后呢？梁医师，导航的路，所以现在王大路很酷。对，导航的路现在很酷。我们要去。我们现在是山上的哥伦布。这个，我看好屌哦！我看，好屌！哎，看，哎，等等，我停了。就是我认为一天到晚有个行程来看个夜景，在繁忙的一天下来之后看一个夜景，我自己会感觉心里蛮祥和、蛮平静的。真的从来没有把行程塞这么满过。我通常我的行程就是，欸，看小说，看小说，欸，看小说 ，OK， 直播，起床，搞早，拍片，欸，看小说，睡觉，看剧，看 Netflix， 就这样。所以就会觉得很像在过日子，每天过得有点小空虚的感觉。就是可能过一个礼拜不会有感觉，一个月不会有感觉，一年没感觉，可能到两年，然后突然再到一个地点，然后发现，欸，我两年前来过，欸，然后人事物都变了，我才觉得时间过很快。我会希望自己每天能够充实一点，这样子时间过慢一点，也会更珍惜时间这两个字。你知道，其实我坐在这边超抖的，因为其实你可以近拍一点，这后面是完全悬空的，就我掉下去可能会一直这样滚嘛，滚到明天早上我才会倒下去。这夜景其实算离我家蛮近的。你刚刚不是用这块夜景，然后跟我划分说哪一块是你家的地吗？然后这边李家、陈家、林家，那朱家在？
租家在这里吧，这跟木头他们家暂住。哦哦，嗯，给观众看一下我们刚刚拍的夜景。来嘻哈 MV， 又我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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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 bad， 你 bad 不嘟嘟嘟 bad 不嘟 bad， feel like a hustle， grew like a dust。你累了吗？回家睡觉了吗？怎么可能？我们今天还没结束，现在才10点多，我们还有行程。我们是24小时都很充实的。啊睡啊啊！我没有听说睡要去哪里啊？惊喜！你要开吗？山路你可以开吗？我可以开，我可以。好好，山路你开下去好，然后等一下我开。好了，那我们下个镜头见 ，peace。阿辉，这个我们的惊喜快到了，我们可以期待一下。你不是应该要在驾驶座吗？你怎么还在这里？不是因为真的，不是你要带我去看的惊喜吗？因为真的很远，其实开过来有一段是我开的，我开了2小时哦。我们在等待那个惊喜。我要等日出，所以我的惊喜就是日出吗？我们这样辛苦奔波的天，你把我从一座山带到另外一座山。对啊，好吧。我觉得美好的一天最后的结尾就是要看日出。通常看日出是一天人的开始，但你把它当成一天的结尾，有料。整个24小时最后的行程就带你们来看日出，只是感觉乌云有点挡住哎。日出时间是5:26，现在4:58。希望看得到，希望等一下乌云就不见了。希望等一下出来的时候乌云能够散出来，每一的日出当成今天的结尾，让我今天变成我这一辈子最充实的一天。要出来，要出来！又想被鞭挞啊，玉泉。然后说你知道吗？今天是我被鞭挞的第二天。因为一被鞭挞那一刻，我就决定我想要给自己一个充实的一个旅游。但我认真的，我就会想要拍这次的 vlog， 是因为，西然他不是在台湾吗？然后我看到他每天都很辛苦的拍 vlog， 然后甚至他说他觉得很累，想要真的给自己放松，但他也是觉得难得来了要拍个作品，我有点被他激励到，所以最近可能应该回去积极的做主频道吧，有点被他激起我创作的热忱。哎，太阳出来了。好啦，其实最后太阳并没有出来，但我想这就是人生吧，并不会任何事最后都如你所愿。这次没看到日出有什么关系？下次再来就好了。但此处留下点遗憾给未来的自己吧。这次24小时充实日的挑战，我觉得应该算成功吧。虽然过程真的非常的累，但回头来看，今天的每分每秒都很值得。我可以骄傲地跟自己说，我过得很充实，很快乐。有机会的话，你们也可以试试看，给自己个疯狂的行程，来让一天过得很充实。这样未来都能用这天时刻提醒着自己，充实所带给自己的快乐。好啦，就这样，我是放火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大家赶快下载以闪亮之名过自己想要的理想一天。